之前也有介绍到香港真佛资讯社以及本境同修会致力推广卢胜彦文集，每一年参加香港书展，号召许多真佛弟子参与，发扬真佛秘法，令人感动。莲生法王卢胜彦来到了这里，为了鼓励正在新建的本境同修会的新道场，特别加持坛城，希望能够早日落成内殿，并且广度众生。而香港真佛资讯社也有举办短期的佛学研究班，根本传承上师莲生法王亲临，大家能够得到师尊签发的证书，每一位学子都法喜充满，感恩不已。谢谢，好，谢谢。我们在这高楼的天台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子，因为场地的关系，竟然在太阳下从早就在此等候莲生法王卢胜彦。没有遮阳避雨的环境，而天空好像也阴雨起来，故意不致太酷热，因为老天也怜悯这一群诚心的弟子啊。而在这本境同修会的楼下，正好有一个办公室，是真佛宗弟子在此设立的公司，而且是22年前曾经住在西雅图，皈依莲生法王已经有相当久的时间。如今三代同堂，能够在香港再见师尊，老老小小一起拍照合影，22年的改变，也好像只是昨天的事一样。三拜护法金刚空行啊，空错哈，四平等一起手。本境同修会，这个莲桥上师在这里，这个负责。
我以前来过一次吧，啊。对，2006年3月的时候。啊，以前我来过一次，大概也就是只有这个地方。对对对，也是一样。啊，现在它已经有了这个进展，啊，上面也买下来。买下来，对。上面也买下来，那么坛城也做了很大。那刚刚呢又说他又想要买两个地方，我说干脆买旁边的大楼好了。这个人生的这个境遇也很奇怪啊，像这个22年前刚刚所见到的，22年前在西雅图一起修法的同门，那么他现在是在28楼那边做事业。他做什么事业？做那个跟设计那个盒子包装，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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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包装盒。礼盒，包装的礼盒。嗯，以前22年前，那个常人也在那里，常人常志都还在，所以还叫他们陆小凤，现在不在了。哦，那个叫陆小凤，他是小凤吗？小凤，小不是。哦，陆小凤跟西门吹雪。那时候，那个22年前啊，也有卡拉 OK 那个，啊，有时候常人就不见了，原来跟着他们去唱卡拉 OK 去，那个都是历史，历史。这人生的这个境遇很奇怪啊，到这里来，那么他们就在这里，又能够碰面。那小孩子都那么大，以前都没有结婚的，他们以前都还没有结婚，现在小孩子都这么大了，这生活中很有希望。这个莲桥上师的这个道场，那么就弄起来，那有了进展，那人家的生意看起来啊也做得不错啊，陆小凤的生意也做得不错，道场也新建了，有福。有德啊，这个是道场之德，那么生意是福，就是福德啦。那么今天要灌顶的是这个红财神，还有满愿法跟环境法的灌顶。满愿跟环境、啊、是可以一起灌顶的，还有红财神是财神法的灌顶啊，还是可以一起做灌顶的。我们晓得这个红财神啊，他这个在印度有这个三个大神，一个最主要的是创造天啊，创造天叫大梵天，大梵天王，他是整个创造，所以称为创造神。一个是破坏神，就是希瓦啊，希瓦是破坏神。那么破坏神呢，又叫做大自在天。那么另外一个是保护神。保护神
他在偏近，就叫偏近天，在偏近天。那这三大神呢，他又有很多的分身，很多分出来的。这个象陀财神在印度是很被尊崇的，叫 Ganesh。叫 Ganesh， 就是在这个印度很被尊崇的，他也是财神之一。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象鼻呢？是因为这个有一个故事，所以他才有这个象，象的头，有象的头，因为他放过头。一般的 Ganesh， 他放过头以后，他才变成象头。在密教来讲起来，这个 Ganesh 本身的力量很大，他也是财宝的首富，所有的很多的财神当中， Ganesh 在印度是最被尊崇的。因为我们人从他的这个他的本身的焰当中啊，他会吐出很多的财宝。那么在密教里面是用这个金刚杵啊，用金刚杵去勒令 Ganesh 吐出财宝。那印度人呢，到了西雅图雷藏寺，看到这个 Ganesh， 他就去摸他的鼻子，摸他的鼻子，因为他会赐福给人，会满众生的愿。啊，红财神可以满众生的愿，从他的鼻子里面可以吐出来，吐很多的金银珠宝。啊，师尊本身呢，以前念这个红财神的心咒，那么也用这个金刚杵放在他的顶上。啊，他吐出很多的这个金银珠宝给这个师尊。圆满众生的愿啊，那么刚好要灌顶满愿华。那么因为师尊本身并不懂得珠宝啊，不是很知道这个珠宝的，但由于这个修了这个红财神的法啊，吐出很多的珠宝，和师尊身上的珠宝都是人家送的，全部都是。不过啊，香港的送的最多啊。各位观众，感谢您支持真佛报，莲生法王最及时的弘法新闻都在每周的真佛报刊登，欢迎大家一同来推广护持，同时你也可以分享结缘给亲朋好友哦。台湾真佛报护持行列详情请电0492312992。各位观众，台湾雷藏寺莲生法王每周六主持护摩法会，感谢您热情参加。12月份护摩行程，主尊有准提佛母、虚空藏菩萨以及财宝天王，真佛大感应，真佛大传承，欢迎您把握佛缘，同沾法喜。详情请电0492312992。